果然老祖宗的审美就是牛。张雨欣为了进组推掉了巴黎时装周，但是她精心打扮去了国风大典。梦是梦中绣，花谢人川流，温和为愁，离人心上秋。墨沾双色，描清秋，花中意最难勾。也许这世间本无求，只是花黯然为心头。宣露一出场，仿佛看到了古代皇后的大婚仪式有多隆重。朱旭丹，这是什么修仙界的小师妹啊，要早这样夜华都是你的。十五六岁的艾米眉眼间满是英气，这不就是妥妥的不问世事小公主吗？戴思的颜值真的被低估了，流苏画在脸上的那一刻，异域风情直接拉满。姐姐一出场，小说里轰动京城的第一花魁瞬间有脸了。残阳落天女晚，踏翻素手挑战灯花，月色映她雨脸上下，踏遍天光漫过柳枝桠，飞向她昙花作影一旁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